放肆做大。好、啊。觉得她漂漂亮亮的，其实呢，在家里呢，她是一个非常不爱干净的人。哎呦，走到哪东西就丢到哪。是哦。然后呢，吃完东西也不收。最可怕的是呢，到最后都要我来帮她善后。哦，但是这个跟不守妇道的关联来讲，对呀、啊，对呀、啊，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不守妇、嗯，我的脏跟那个脏是不一样的哦。哦，了解。另外一个脏很严重。对啊，这个不是。既然如此，咱们直接来看看，到底你怎么整的。请看，面对霸气的妹，这回制作单位跟经纪人联合二诊，状况百出的他会如何应对呢？大家好，我是郭泰华，今天欢迎我们来到安记海鲜呢。我们今天特别与我们综艺大热门做一个特别的企划。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妹小姐，是我们阿弟的老婆。大家好。来到安吉港吃海鲜，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企划呢，我们等一下到里面去呢，我们再好好的跟你来做分明的一个解释。有没有吓一跳？也太多海鲜了吧？对，要想问一下，这个能吃？那个绝对能吃，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贝壳。这是活的吗？这是活的，来坐一下。啊，还要喷水，太奇怪了。太奇怪，太奇怪。而且你看，他现在缩起来了哦，他会因为惊吓而收缩，而且会因为兴奋而长大。如果今天你可以接受我们的挑战之后呢，你可能我们就会烹调一道非常好吃的一个料理给你吃。不是啊，今天不是挑战，今天不是我要选一道菜，然后去给我老公吃吗？当然不是啊，今天的特别主题是叫做人妻大挑战。为什么会变人妻大挑战？对，那时候就是人妻大挑战，对，用了之后有什么差别？先。面对节目内容突然更动，百思不得其解的妹会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呢？就是妹姐就比较全面，就没有先讲，没有公司。面对经纪人与制作单位的压力，让妹进退两难，但可怕的还在后头。排除万难，勇敢的接受我们今天的人妻大挑战。来，噔噔，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计划的主题。这堆积如山的碗盘，让妹看的都傻眼啦。这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特别邀请十组的人妻，我们会来做一个比赛，叫做洗碗大赛。最讨厌做家事人啦！最讨厌做家事人啦！不要，等一下，可以先不要录吗？等一下。没有，没有这样。那你去跟他拿钱，又不是我跟你收的。这个，那个，还是录一录嘛。啊，我就是从。我就真的讨厌，要快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营业了。对，哎，那你现在不拍的话，你这你老公来洗呀、啊，老公帮你接的、啊。哦，小李，我要疯了你！我们不会洗很多啊，不会洗100个，这里300个，你百分之一也不会很多啊。对啊，100个，计时开始，保持笑容，吃洗碗的笑得出来。洗了啦，然后我们在中午的时候，人家出个外景，然后站站在外面，那巷子里面，人家会以为我老公没有开发点脑，然后没有工作，在那边当洗碗工。我还没有看过，全台北是洗碗洗到会流眼泪的。没有看电视的话，你就知道我有讲过我最讨厌做家事啦。那边请过来，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就是你会整。我跟你讲，是谁整我那个惨死对呀、啊！哇，好可怜啊！来来来来来来，有你觉得有谁？对，你觉得有？哎哎哎！保护你看，保护谁啊？保护谁？先叫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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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出事会出事！来哎哎，你那边能不能回保座？他真的很害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太气，太气，超丢倒！我坐在那边洗碗。他原来是里面这个人整的，是他。
哦，一定是他、啊你。你这么痛恨做家事吗？那不是你吗？但是做家事 是你，是我，我就会在里面啦。不一定哦，是不是我跟你讲哦，我这个锤子是没有输给谁。是这么简单吗？不行。先叫车哦！因为我真的，你知道我真的很讨厌你。你那你这不是因为我 不对，你女人家你家事操作，你学着做嘛，都要的嘛。对啊，你知道我辛苦的就是带小孩，然后又出来工作赚钱，我真的已经没有就是力气还有多余的时间，做家事然后做家事。那所以家事的部分都是老公在做。我有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有工作，那我们请那个打扫阿姨，我付这个钱。对啊，他就说他要省这个钱，他说。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这家事你不能做？如果她的理由是这样，我还可以接受。哎、欸，我不能接受，比如说她哎，老婆啊，我不能接受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出出入入，因为我随时要你，随时要出出入入，随时要你，随时要你出出入入，跟我一起出出入入，出双入对啊。现在老婆一听，对吧？我靠，我这老公太爱我了吧！好幸福，不要不要不要压，不要任何人，没有像都我洗，都我洗，都我洗，我脱光了洗碗。可是他没有这样揪我啊！他没有揪你，那这就是老公的问题。那真是老公的问题。打电话给老公，那你觉得是谁要控诉你？要整你的？那一定是我老公，他说在家里我不守妇道啊。那谁看过在家里脏的？我也就跟他隔壁老王的隔壁老王管理员，有管理员。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控诉人出场。你小心一点，萧景红。哎，阿迪啊，好可怕！企业家第二代景红铝门窗董事长。厉害厉害！来来，我刚刚看你跟我请客，你敢？我刚刚看你洗碗的时候，好性感哦，美！哎呦，我从来没有看过。来，别别，站站站，别站，别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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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罚请罚请罚请吓我一跳不要生气嘛他刚也说了你洗碗女人认真的时候做家事是全世界最美的感化对啊你在带小孩子我也觉得他卖力的时候很有魅力啊他卖力他不常卖力然后把汗水滴在你身上是吼对啊哇你懂表现很好你不能因为拍八点档太累你就不流汗在他身上我拍八点档三天没睡觉照样流汗在他身上有没有这事情洗碗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有但是都是趁我睡着的时候后来你怎么解释自己流汗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奸尸萧景红家事做半套，意外泄露夫妻情趣。他家事这一块，我真的觉得他不做没关系，我来做。对啊，你就做，你不要每次都做半套嘛。哦，你为什么做半套？这种时这种东西不能说。阿迪亚不争气，没有办法，加油好吗？谁还做得下去半套地？红，他说你没有反应，所以他做不下去。我这个人是做口碑的，好吗？